快点。跟你走吗？他不能呢。你现在带我们去哪里，哥？嗨，我们现在要去唱歌。哦，哇塞，有这样就可以唱歌哦。为什么没有？那幕后花絮，我们这里有新的。瞧你那个刚唱的不够过瘾，因为我们想要有一台那个卡拉 OK 机。好特别，我要给你来请的。我们这边有卡拉 OK 机，真的假的？我们这边其他没有，就是对员工生活很照顾。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就是卡拉 OK 机，就让大家就是随时随地的部分。哦哦，就让大家有一些那个休息。要投币吗？你们两个来，我们帮你准备好，反正才10块而已，对，也还好。只能唱一首，好便宜哦。哎，真的吗？外面要30块，因为给员工的啦，真的就还好。哎，这样快不？哎，真的有哦，真的有哎。但是我们可以来这里练歌。不用练歌啦，是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在这里唱你的歌。这不是电话亭吗？啊，你进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对对对。哎哎嘿，歌都点好嘞。哇塞！对啊，速度好快啊！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哎，明星 K 歌伙伴大募集，真的假的？就拿一个人一支麦啊？是怎样？哪里给他切下去就有？这里吗？哇，还有是可以做。阿拉伯，哎，可惜了嘞。哎，哇，哎，麦克风真的有声音嘞。你们这个不是道具哦、喔，不是呀、啊，啊怎么会？喂，因为他现在声音是在那个耳机里面，可以怎么把它放出来吗？对，麦克风叫我服务小姐，你访问一下这边的。有服务铃吗？有，这里来了，小姐来了，你家？哦，有出来钱。哦，你们小姐很年轻哦。有，对对对，我们刚来上班哦。哎，一定要放出来，要放出来，徐志豪。放出来，我们要很出来的。要打开一下。要打开的。怎么样？打什么？这边打开一下。打开。好，你看，没关系。哎，我们第一次在这个镜头前开机台给大家看，有啦，真的25度，你还满意吗？还是有点热，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不知道你们这边设备这么好哎。拜托，我们什么地方？安大明星哎。哇塞，我的天！刚敲了家蛋脸来的哟。哎呦，哦，哎，哎呦，没口哎，哎呦，哎，安娜，我跟你讲，阿公阿妈最喜欢唱这种 echo 的，因为这种 echo 就唱起来就好像在演唱会现场一样。我们现在开始唱了吗？阿翔伯翔。重来，不用啦，没关系啦，啊，那没声啦 ，Waiter， 哎，你这 Waiter 啊，你不接不关哦，你 Waiter， 先把重来哈，重来，啊，有水果吗 ，Waiter， 没有水果盘，水果盘，没有水果盘吗？我们有卤味拼盘，哦，哎，对，哎，你哪位去？好有感觉哦。好有 feel， 我觉得我们的客厅也来放一台这个，好、哦，不会吵到人哦。会，哎，对，应该是隔音的吧？开下。哎呦。吹无人甲人友好，我会陪你坐念一念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，你有我到。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。你的手，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阮将青春嫁伫恁兜，阮对少年。对你对到老，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乎恁兜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等待返去的时阵啊到。会留你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看你把我的财产开了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破坏歌曲的美好？哦，真的吗？这蛮痛的，这蛮痛的，很痛啊。对啊，这个蛮痛。会有什么比人家你走了，他还把你的财产？我觉得啊，乔安呢，等下咱卖听伊唱，你家己唱就好。好，阿麦差袂。乔安版本。无聊，替咱的相片，我较早结婚的时阵，我
缘投，千古千百无计较，怪东怪西嘛袂了，你的心我会永远记牢牢，因为我是你的家后。阮将青春嫁在恁家，阮对少年就对你对到老，人情世事也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比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乎恁家，才知今后是吵吵闹闹。快回去的时阵哪通，我的娘的心在，因为我的家，安怎？为我目屎流。哇，好过瘾哦！耶！好专业的卡拉 OK 机哦！我们只有叫你唱卡拉 OK， 有叫你在这里拍音乐录影带吗？你刚 feel 来了 ，feel 来了就想唱，难得的机会跟金曲歌后。不是你有考量过看的人的感受吗？转台啊，不是你转台嘛？耶、yeah, ，唱开心吗？非常开心，真的，这是安大明星那个现在就是最近幕后花絮就来唱 KTV， 好不好？好棒！安安卡拉 OK 成功吗？那我们有空就来。好哦，超成功，耶、yeah! ！下次见喽，拜拜。